我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小巴他发烧了。你喝酒了，我跟你去。贺总，你回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急诊医生已经来看过了，说问题不大，药已经给开了，可是小宝怎么也不吃。小宝最听话，医生说了，就先把药吃了。来，这样身体才能好。爸爸之前跟你说过，不听话的话，爸爸就生气了。小宝，你得听爸爸的话，把药喝了。我来吧。哎呀，小宝，你看看我是谁啊？我是小琴医生。我听说，哎呀，你看，嗯，小恐龙生病了，小琴医生要给小恐龙看病，小恐龙呢要喝药药。生病了就要喝药药。乖哦，乖。咕噜，咕噜，咕。咕噜，咕噜，咕噜。咕噜，小恐龙把药药喝完了，身体觉得很舒服。你看，爸爸生病了，爸爸也要喝药药，那要苦吗？药药真的一点都不苦。嗯，那现在该谁喝药药了呢？哎，对对对，来，来，吃药药啊，真乖。我们小宝真勇敢。来杯咖啡吧。马助理说，小宝从今天早上就开始感冒了，你都没有注意到吗？今天早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，出门有点早。平时小宝都是一个人待在家，如果情况允许的话，我会尽量把他带在身边，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小宝一个人自己待在家里，他拒绝开口说话，也拒绝跟陌生人接触。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让小宝这么依赖的人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嗯，怎么了？小宝他从来不会跟别人分享他的零食。他也从来不让别人跟他一起睡。你是想让我今天晚上在这里陪你是不是？那这样吧，晚上我留下来陪他，万一他再发烧了，好歹我是个医生。小宝，那晚上我就留在这里陪你好不好？妈妈，何伟飞，你刚刚叫了什么？